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哈。哎呀，囡仔是真爱问，啊囡仔吼，有当时啊囡仔就是囡仔，囡仔问的问题也真好笑。比如讲我囡仔有一摆吼、哦，脚刀啊切到手，啊就流血，啊囡仔吼以前伊冇哭血流血，惊个，讲我系死啦，我系死啦、啊，我系死啦、啊，惊、啊、到要死去的了，讲流血会死。 这是囡仔足第一次反应，因为伊看到灰尘伊会惊，因因不靠过鸟灰，所以看到鸟灰伊就直直直接。伊毋知虾物叫做死哦，但是有种恐怖的感觉，有种无安全感，所以会讲我系死，我系死，我系死。所以咱七七八八大家答案就是讲，当你的囡仔有当时也是意外切着手鸟灰，跌倒哦，汽车跌倒鸟灰，还是用弄到鸟灰，这意外拢会发生，咱现在说白答案就是安尼。 像阮小弟嘛是，伊一摆是安怎伊是龍龍那水、啊啊啊、个水池啊，怣怣戆的囡仔，踮妈的在个水池啊，也无偌深嘛吼，伊踮即个水池啊边仔咧踅林拢一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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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伫遐踅，可能洗个戆样款啊，拢跋咧水，甲，己跋落去，啊，毋是讲介深，但是吼有扎着，吼、哦、有扎着，所以救起来的时阵吼，其实无安怎，但是迄伊吼，伊家己迄个惊着，我系死，我系死，我登去了我系死无。 所以囡仔虽然伊毋知影上物叫做死吼，但是伊若惊着受到惊吓，吓惊着啊是拄着意外，因为是囡仔，伊毋、嗯嗯、知影要安怎，所以伊会甲己讲我会死，伊会甲己讲，你也担心，啊我背母就开始过来啊，啊无了解囡仔，啊未来呢死，啊只简单死，惊啥，只无大，未死啦，你就是太无了解囡仔咯，即是你无了解囡仔感受。 囡仔人唔啥，什么叫做死嘛？对无？伊像阮老岁仔，七点半，伊着叫是伊诶死去啊，因为伊是囡仔嘛，所以咱需要大人给他教育。所以今仔直接了，顺要甲大家分享、就是，着是要安怎帮助你诶囡仔来面对有意外诶时阵。人生总是有意外，你总无可能就是讲你诶囡仔一世人拢顺顺利利，拢未拄到什么困难吧？无可能嘛。做父母上解困难，着是这点。 都是有只是囡仔敲电话等下甲你讲，我发生一个什物代志啊？啊，咱爸母就开始烦恼啊。啊，但是这不阿多，人生中的过程中间，囡仔一定都是会发生一个意外。确实代志叫做共破玻璃。较早咱的囡仔时代，的囡仔拢做爱共球嘛，啊囡仔通只下啊，啊，无啥物放手手套啊，都干阿是棍啊，啊，一粒球就开始讲啊。啊，难免有当啊，讲，抢一个，大家都吓惊啊，惨啊，共破玻璃。 啊！即马共破玻璃较有啥？较早毋是咧较早共破玻璃，爸母是瘦，甲落地啊，四脚无钱通赔呢。所以若弄破玻璃，逐个着是来烧钱讲，伊伊弄个，伊弄个，伊弄个，逐个拢惊啊。所以登去毋敢讲啊。吼、哦，弄破玻璃出代志毋敢讲啊。是也是讲碰见破啊，也毋敢讲啊。身体较早想想着可怜，你知？真正可怜。一支 MP 碰见，当然毋敢讲，你知无？较早在校上课，听听咧问讲，西土了我的圆珠笔？听听安呾咧圆珠笔啦，吼橡皮擦啦。 哦，无虾米让偷摕去啊？啊，无法度啊！迄阵经经济足歹诶啊，啊，所以我是感觉会当原谅一啦。真正无法度就人偷摕去啊哩，我是无啊，我身边哦，我是无啊。啊，人偷摕是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当时也嘛未讲偷摕啊，你别无虾米啊。可能你两个人拾去，咱碰见，等其他毋敢讲，哦。所以这是足细诶代志，较大诶代志，甲人弄着，挨着哦，去造成人诶财产诶损失。 这个较大嘅代志，啊，咱做父母嘅，就是要承担。啊，最主要就是你嘅教育，你嘅囡仔，唔通多骗，哦，肇事逃逸啦，弄到人幽门出血，廿斤走，迄袂使啦。爱教育咱嘅囡仔啦，哦，无论发生啥物代志，然、哦、后，都、就是要面对。所以囡仔讲妈妈，我流血会死掉吼、哦，你讲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也开始讲，讲足可怕嘅有、哦、我父母讲，下一次就叫我小心一点，即句话吼，最后再讲。 你毋通一开始就讲怎么搞的？每次都不小心，哈、啊、哟！你睇下呢？哎、欸，囡仔已经惊着啊！伊即嘛就是囡仔，伊就是无能力处理，伊毋则会用号诶，伊毋则会哇号足大声。吼、哦，伊就是代表讲伊即嘛内面足惊嘛。啊，咱大人咧创啥？大人都是个收惊嘛。吼、哦，我唔讲叫你甲伊念做，毋是啊？叫你厨房去房间把我的桃木剑拿出来，毋是即个意思啦。 收惊意思就是讲，囝仔惊到时阵，咱大人的责任就是甲伊大大的，该啊哪要好势吼，互伊毋通遮尔惊嘛。所以你讲话有时候你都爱讲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我先看一下流多少血，结句话真要紧。这个叫做吼，第一个步骤叫做研判情况，先来了解到底情形外严重。哦，啊，有的大人家己其实都袂晓处理你知道的，㖏，真正尤其做者做太太的。 一主持人娇生惯养，也毋捌看到闹火。伊老闹火，尔啊！老母个，惊到要死去！哎呦，边那边那老遮社会呢？哎、啊、呦呦，边那边那！你个即种紧张吼，完全就是伊那一个最负面个教材，吼！完全错误一个示范。你得爱安静哦。你看一看，讲啊，即正严重哦，赶紧敲电话叫救护车，还是安怎樣？你得爱处理。 你来处理，你毋通家己急甲完全拢毋知要变哪处理，人咧遐迄无效。最终，咱若自持人培养即个能力吼，你锻了吼，天大地大，诶代志著是爱面对。咱讲真正世间著是安尼吼，你、哦、讲到这节是人生，其实是足严重。咱饲一个囡仔，你敢有通保证讲即个囡仔甲自持人甲老动好较好手？咱毋敢保证咧，真正毋敢保证啊，对无，你若工场有通啊，手筋头啊，切掉。 贵个镜头啊，大家话都有啊，所以我咧讲真要紧，问题拢会当解决。好，老三即个话中常常提醒大家一句话：世间无即个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无<沒>。世间只有存在无能力解决问题的人，毋是问题，是人。哦，大事绝对拢会当解决，是人诶问题。你著算活镜头啊倒落来，即慢啦吼。 即摆医医疗技术你咪讲镜头啊啦吼，著算讲查甫人的命根子啦吼，安尼发生异国东西，都一会当提起别个接不到东西，迄叫做显微手术。所以你毋免惊，因为已经发生啊，都已经发生，无你变安怎，你也接受啊。吼有诶人著是伊袂当接受，所以伊诶情绪伊会崩溃，伊会慌乱。吼著算讲规个安尼，规个手安尼斩断啊，手掌那个涂开，足恐怖呀。 都剩时啊呢，你嘛是得接受，马上爱赶快止血，吼马上紧急马上送去,去病院，看迄费用喷诶。你知你哦？用喷诶安尼啊，你都不能放松，吼，无论发生啥物情形，你绝对莫用吓惊着。就是讲，你平常时啊，一个心理建设，老三甲你讲诶，无啥物问题袂当解决，佫较严重也都是解决，除非讲你头东去吼、哦。但是你放心啦，咱即嘛无像较早咧。 斩头的啦，斩手是种的，无可能头会断去啦。哦，大概问题拢会当解决，都已经发生啊，咱都是去解决，咱都是去处理。所以你今人家讲，妈妈，我老岁会死啊，要安怎？你讲哦，老岁吼，哦，看起来正严重，老岁我看你看一下吼、哦，我看一下嘞。你讲哦，进来进来，回来老先生，先止血，吼、哦，马上都在医嘞，爱处理。所以这里讲到这里、個、就讲、是，咱来收括一块医学的常识。 咱嘛教育咱的囡仔嘛，一小块医学的常识，伊也想讲变啦止血大动脉，吼、哦，即块医学基本上的，咱也互伊知影，吼，啊，嘛买互伊最主要，互伊会保护伊家己啦，尽量卖去做即个危险的代志。嘿，我感觉做父母的吼，上、哦、要紧就是教里的囡仔会晓保护家己，一定要加教,教，一定要伫安全的情况之下，咱才去做即个代志。吼、哦。啊若有危险性嘅伊也一定爱尽量爱避免。 尽量避免即个有尖的所在，有即个危险的场所，伊拢尽量都爱避免。但是呢，一旦来发生，咱就是要面对、哦、啊，你就像讲老三即落吼，你若看我的手较早刀啊刮掉啦吼，啊，即个所在血压甘蔗去找掉啦吼，啊，像我卡刀斧倒摆削到，即、啊、就是难免难免。啊，咱就是讲，你袂当讲做人哩世间哦，拢袂堪接即落，少发拄着即落大事，尔就安尼随头送去，油头革命，你安尼将来没有什么出息啦，对 另外，老三卡拨东西咧，系安尼，唔知先那那会拨东西呢？嘛是,是要接受啊。拨东西开刀，吼、喔、开刀内面拍钢钉嘛是都要接受啊。你人生就是安尼，人生万里世间是正一个意外。所以你这个进行这种囡仔机会教育，互囡仔知影，你若讲爸爸将来冇发生代志，这个囡仔另一个卡东西会惊死，因为将来唔知虾米叫做卡东西。 所以我咧讲吼，我真正做老爸牺牲到遮来，你想我知啊？吼，囡仔讲知影讲啊？脚登去无啥，阮爸较早有咧爸登过，吼、哦，这真正我甲咧讲，毋是甲咧讲就真正。诶你诶家庭你要发生诶代志，其实拢是囡仔教育。吼、哦。囡仔看着你安怎面对即个问题，即、這个囡仔看着即个老爸较早卡巴登去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爸开刀，然仔做复建啊，然仔安怎？啊，即、啊這个爸爸就是阿无、啊、法度都拄着咱就是爱来承担，吼、哦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 即个囡仔看到爸爸的精神，即、这个囡仔伊就知影，伊就我拄到即个代志，我嘛会当唔免惊。所以你若一个囡仔讲，我爸破产，我爸经济已经做生意倒去，啊伊倒去了后，迄段时间看伊安尼足优秀诶，压力足大诶，啊伊佫、啊、安怎又东山再起？我讲即个是上界宝贵诶经验，这对一个囡仔来讲是何等何等何等珍贵。 因为即个囡仔就知影，将来有事情，就算我破产，我也毋惊。因为阮爸较早嘛把破产过，人吼、哦、只要把处理过就，就袂毋惊啦。吼。所以咱若如果咱家己也拄着意外，咱的囡仔拄着意外，你也动作是一个正面的经验，吼、哦。你也记即个经验就是帮助即个囡仔将来更加勇敢，所以你莫惊，吼、哦，你莫惊，一切拄着无顺利，你拢爱像你讲，这是上天给你一个最珍贵的一个机会。 因为这种机会哦，你也自己要偷，你也未去偷啦。你知道意思哦？你未去跟上帝偷些嘛？偷些要创啥去？咱未去偷。啊，到今年未去偷到上帝发咱的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虽然这个礼物足重啊，弄一个卡登去安呢，但是咱嘛是得听讲，这都是秘密哦。因为那是用一个一败失败的经验，用一百意外的经验来换出一个人啊，将来心灵更加勇敢、更加坚强。我认为是得的哦，我认为这个是有价值的。 所以人生就是安尼，你的囡仔老岁會,会死无，你要帮助伊去面对，讲老岁未死，吼、哦、老岁爱关心智慧，老岁是最严重诶无唔对，吼、哦，但是呢老岁未死，何你囡仔怎样讲天塌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都对啦，何你囡仔爱有这个勇敢，啊无伊这个囡仔将来对人生充满了惊惊惊惊惊，不知在安那知在安怎，这个囡仔将来无多用啦，哦，那是训练，咱的囡仔讲应免惊。 训练咱个囡仔，讲伊也勇敢，伊也坚强。安尼即个囡仔将来吼，无论伫社会什物所在，做什么行业，你做你放心。即、這个囡仔吼，你目睭无看到所在，你放心，伊伊保护伊家己，伊养照顾伊家己。不管发生什物代志，伊拢有能力通处理。那帮代志我毋敢讲，至少我会当敢把阮母啊保证，讲即个囝恁饲得遮侪岁啊，饲得遮大啦，恁会当放心，恁会当放心。任何情形，任何状况。 我拢有能力通面对任何艰苦，我拢有法度通承担；任何的苦，我拢有在调甲接落去，所以恁会当放心。我家己做人的囡仔，我只有勇敢做到一点，让我的父母会当放心。无任何困难是我无法度处理的，所以咱教咱的囡仔也是要用这个样子。啊，晓芬姐，等下聊，对上。 环境登来到三月七步，今日咱咧讨论的问题，就是囡仔 <music> 有当下拄到意外，伊拢会足惊，唔知死未了，血死未，我呢事故破病死未，伊也充满了担心。所以任何即个代志，意外好破病也好，都、就是囡仔拄到一个艰苦个代志时阵，你遏起你遏起你，一个机会教育，互伊知影讲，咱做人唔免惊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重点。无论你用啥物技巧，最主要你要教育你个囡仔唔免惊，吼唔免惊。哦 我囡仔细汉呢，我就摆伫车顶，家己他妈的伫车顶暗坐也好，阿爸背来背去，结果拄啊起即个车，即个物件吼，下一个,一個哇，这足、個、大片的呢，吼、哦，个相距足大啊，跩一天啊，你看这细汉跩一天啊，吼、哦啊，啊，这就是一个教育，何以知影讲，唔免惊，爱勇敢，啊，咱爸母唔是，足济爸母拢甲讲，你那才无势力，你后加爱较势力的，你要小心一点，我就你即个唔对。 好、哦，我就你讲，爱较势力诶，爱藏在后壁。头一个爱伊讲，你也先勇敢。吼、哦，因为你会知人生诶代志，你过较安怎势力，伊嘛是发生你在无我大堂旁边诶吼。所以七七六三是要做爸母诶分享。咱饲囝仔最第一要紧哦，第一优先，一定爱饲出一个未惊。吼、哦，对诶人生，伊会通克服伊迄个惊，诶囡仔，就是讲爱勇敢啦，爱勇敢。 勇敢爱排第一，哦，啊，金慎则排第二。啊，足些皮肤多病，足些皮肤家己都惊到要死去，所以家囡仔讲，你著千万毋通出问题。所以你爱金慎、金慎、金慎、金慎，咱是甲金慎爱设立排第一，哦，啊，出代志则来解决排第二，你安尼著错误去啊！因为人生太侪意外，因为人生太侪代志，你若教你的囡仔，教育你的囡仔。 比如你跟他闹会，还是讲做你讲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谁叫你哦？你不好啦，不好啦。因为你这个囡仔也变做讲哦，原来就是人生一定爱麦拄到问题，伊就是变做这个真谛。啊，这个将来哦，出问题的时阵吼，伊会做出做干嘛呢？伊讲你看，我都是很不小心，伊偷起来就是夹己嘛，夹己东做组织的，这个囡仔将来绝对无成就，哦。上面大事东做组织，这个囡仔就袂快乐。 啊！伊爱先讲，先解决，讲啊，惨啊，变安怎？先解决则去讲嘛，哦，先解决了则来检讨，讲啊，我都会做了无够，安尼才是正确的。哦，但是你我看着真侪爸母多变，一开始若就先检讨，先检讨，检讨开波啊变安怎？伊嘛毋知影变安怎，迄哎，无好去啊，哦，爱先解决。所以你个囡仔若发生意外，啊，从破病安怎？你先解决，你先教你囡仔，焦点跟你讲，你会不会怕？哦。 啊！你这样会怎样？你先帮助你的囡仔去面对，帮助你的囡仔做一个想办法拍算。哦，好，你的囡仔已经去面对这个物件，面对家以后伊袂惊，讲啊，大不了就是这样，哦，伊会当接受。咱再来检讨，讲其实咱也当改变嘛，对不？其实呢，外其实是当改变的嘛，是毋是？所以你以后只要搁较细腻一来就好啊。所以你过来爱伊讨论啊，哦，讨论就是讲。 即个意外安怎发生个？哦，比如讲，囡仔挂着手，老花，你咪个问讲，你是安怎挂到？你先卖问，你先讲老花起码变安怎？关关系上去病醫，何医生睇，吼、哦、处理了，囡仔开始讲，你惊无？拄仔老花阵足惊吼，是啊，其实吼、哦、咱人就是安尼，拢会拄条意外，拢会。妈知生你毋是故意个，吼、哦，但是你还知影？吼、哦，咱人生就是拄条种代志。 所以呢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头一个赶紧解决，上开要紧。记得哦，吼、哦，要勇敢，吼、哦，不要怕，不要慌张，吼、哦。该卡电话卡电话，该叫人叫人，该喊救命喊救命。先看问题要哪解决，啊，即嘛问题解决了咯，咱即嘛来检讨。吼、哦。你今日是安哪来挂掉手？你想什么物件挂掉？你则来问。但是我看父母拢毋是，我有当因为我较早捌哩病宜服务嘛，我著家己纪录靠病宜服务过嘛。迄、欸、有当父母进来来讲。 你是怎用钓啦？呾囡仔都本来挂着都咧惊，他老母可能在遐甲己审判，一直甲己心闷，一直甲己骂我。你哦，就是安尼，你逐摆拢骂呢？你毋是头一摆啊？囡、呃、仔、呃呃呃呃呃、本来都用得叫啊，你佫阿骂你，即款囝仔会对家己足无信心诶。即款囝仔会变作讲，伊会惊拄到困难。即种人活伫世间，伊诶最高原则就是千遇：千万莫拄到代志，千万莫有困难。安尼毋对啦。 安尼毋对啦，吼、哦，当然逐个嘛就无法拄着代志，问题是都未保证一个啊。啊，人生就是有足些问题爱处理啊。所以你教育你的囡仔，拄着即个代志的时，阵，上好机会教育，吼，帮、哦、助你的囡仔建立一个观念，就是无论即个代志是你家己无处理，还是讲你家己爱负责任，还是讲别人负责任，即个拢毋是嘛最要紧的代志。最要紧的代志就是讲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有能力通处理。 你也家己甲家己讲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会当处理。我未惊，我未惊，我著面对着对啊。我爱来面对我爱迄个惊，我会甲我个惊修正，我会赢过伊，吼、哦，毋通惊，毋通惊，爱勇敢。若真正爱开刀，著、就是开刀；爱安怎，著安怎，就是爱勇敢。是勇敢伫品格内面伊是爱摆足头前诶。当即个囡仔有勇敢了，咱才过来开开始来帮助伊。讲安尼，你嘛是爱检讨呢？哦，你即摆会安尼呢？ 啊！你什么物件挂掉？当即个囡仔心平静了以后，伊才有即个能力开始来片面。咱做些陪母毋是一直甲问。你后盖著较注意，我咧讲拢无效。伊绝对后盖又佮共换，因为伊阵规个亲属拢抑佮咧惊嘛。所以你咧甲伊检讨讲你倒去做了毋对，伊根本都无听入去。吼、哦。伊著算读家知，知知，知。知 你即嘛讲上当话知，好、啊、我知道，下次不敢了。我知，我知，我知,我知。但是伊根本国内面的政府是惊惊惊惊惊。你即嘛那讲啥讲话灾灾灾灾灾，反正我足惊，我足惊，安尼无效啦。食、啊、即个苦，敢帮助即个囡仔更加进步？无无彩去啊！啊，白白食即个苦，哦，白白食即个苦去啊！所以咱甲伊教育，吼教育讲著是讲食即个苦会互你变做更加强。 变做骨较勇，吼！你毋免惊，你毋免惊。但是呢，等伊诶，等到伊诶心情平静落来了呢，伊即马有能力来处理來啊才，咱大家来检讨啊，吼！啊，你拄我是啥物啥物情形？是你家己是毋是咧做代志拢未专心，吼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迄阵咧甲骂吼，伊较听下落。啊，为老爸老母第一时间来开始骂，你又逐概安尼迄拢计骂迄拢无效啦，迄拢无采下喙暖，无采下精神啊，家己气死家己尔啦。 所以你就是，大甲一切代志拢处理，逐、那个心平静，开始来检讨。迄个检讨较是有意义的检讨，迄、那个检讨才是真正我都帮助即个囡仔，以后甲伊会足清楚讲到，我以后一定毋通个安尼，因为他已经冷静啊。所以即阵你甲讲的物件，伊拢总记伫伊的心内啊。啊你他在的，你若以后过咧听候时你讲的话吼，即边这边拢即边处理，啊，大家了解啊吼。即一个依卡，吼、喔，即一个优先顺序，先勇敢，再来检讨。 先来解决问题，咱后再来检讨为什么造成，而、啊、且来想功以后免他片面。哦，这个顺序一定爱记。后继續,续收看到三百七不爽快，多谢。我讲的上海这些代志哦，讲讲遐济，不如亲自体验。今日讲的哦。 一定属于无讲袂爽快，那去坐了种世界级的船啊，都叫伊卖讲，哈，无讲袂爽快。来，邀请咱的贵宾啊，是咱的老朋友啊，哈、哦，咱彭村啊，位总干事对大家请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庭祥。哎呀，咱来讲讲讲讲你对船啊一件真咧兴趣啊，是 <laughs> 你咧穿的衫都是这个 New Zealand 吼、哦，因去美国买，从一个人啊中杯港提倒倒来，吼、哦，迄是外年啊，互人，感觉这有成就感的代志？ 你也当去积累种比赛的存在经验，今日应该大家分享一下。啊，托这个这个福气的啊、哦，刘三 <laughs>、呃、也刚好在纽西兰。<laughs> 对对对对对对。今年年初刚好去纽西兰南岛啊。啊。<laughs> 那在皇后镇的时候，<laughs> 哎 q u e e 那时候刚好那一天是自由行啊。啊。<laughs> 那就是在码头边走一走，突然看到一个桅杆啊哦，其实树很熟悉。树 <laughs> 你不是结尾中的不是。 因为我一直那自信的，一讲以自由行，因为我所以你,你要对台湾出来进行你完全无料，修讲速公路，纽西兰去坐到帮助，你都无想到。因为迄个节目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行程、那個、<平>行程是卡大车，是是这咱观众无关的。哎，所以迄讲的啊，幾个啊，哎、欸，同学啊，啊，属于自由行的，哎、啊啊欸，啊，就刚好。 沿着沿着湖边行，啊，看到桅杆，啊，当然我这、就、种、是，啊，一直行到看到那台船啊，<laughs> 啊，那台船啊，那个继续去了解，原来那台是美美洲杯的比赛船啊，退来。已经退休的船啊，一九九九年年在美圣地亚哥比赛。啊，所以这船已经真久啊。从一九九二年到今嘛，二十几年,幾年啊。二十几年啊。呢，哎，哦。所以以前的诶，伊个。欸 因为这個世界级的船啊，啊，当初的造价啊，个伊的艺术啊，个个伊的那款，诶诶，能荣幸能坐解起来船啊，不管你是付费不付费，是 sim, 是 sim 都是很光荣的一件事你 ора, ice,。你讲一下船啊，迄船咧咧坐一架船要偌侪钱？我相信以美金来讲，那换做代表来讲，来几十亿以上啊。几十亿坐一架船啊，不是、so、因为波东西是的。 对，啊，即、这个队一定要做两家，两家全新呢，为从设计开始。啊，你过来请这个赛船的,、哦、的人，啊，过来支援的人，啊，个维修的人，哦、啊，个保养，啊，过来运送。哦，这个拢来包括，因为你讲船啊船，船队出去、哦、住宿问题啊，交通问题都是,是,是。因为你要去参加这个米酒杯四年一百船，伊要进场，一定要保证工之下怎样处理事，上得了台面嘛。当然呢，啊，你啊，因为。 普通差不多拢十台以代比的比赛，十十队以代的比赛，啊、嗯<哼>，你加加去报名你一定有一个底，<的>有觉得底底。最全世界上界顶级的迄个比赛啊！是，因为这个高科技啊，利用这个、呃、利用这个比赛做这个秀啊，哎，每年研发一些新的东西，而且总。 增加这个材料，还有速度啊，流体力学，这个加计算。这哦，当然咧，所以到最后有一个仪式，就是讲为这个整体公开予人看。伊咧到最后个，这这边比赛是怎样讲？哎，甲柜台准啊调，柜台准啊调开，我咧看伊下卡伊些物件。哦。因为下卡伊拢有一个压仓，他都要跟压仓，鱼的伊款形状，啊，有个人设计无敢看，有个人。 呃，花招很多啦嗯啊也当然有的也设计嘅理念，嗯、啊刚好七百刚好接到这代，虽然一九九零年，是但是原理大概都一样，一是加、嗯、加几项物件互诶，即、欸這个咱这個乘客方便啊哈，啊他从嘢历史讲起，嗯、啊船长嘢技术啊加嘢故事，包括这代船呐，我真钦佩的讲。 纽西兰印甘的水啊，哎、啊，以及在皇后镇是有一个内陆湖啊，对，一个湖，伊及个纯大就是为海上把它用陆上把它印上来，包括哦，一江亭，伊<艇>的狗啊尾杆，对，啊把它拆开，啊，路上运输已经很疯狂了，哎哎、啊，搞下个把它组起来，啊，即嘛因为。 皇后镇是一个体验教育是很好的一个城市，对啊对啊，这个真有名，对啊，所以木一姐然后去参加高空弹跳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跳伞啊，飞行伞种种，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去参加两小时的这个体验，哦，那伊个两小时虽然南纬也是蛮冷的，是是是蛮冷的，我本来我本来喜欢穿热，结果我三码穿裙子，你看，阿姨嘛有花我们这个寒溪溪，嗯嗯嗯啊。 真有嘛，真亲切，和大家人诶、欸嗯、去体验体验，包括去如何生还啊，啊,啊如何长大啊,啊。因为我问题问较侪，所以伊就特别照顾我较侪啊。啊因为<的>你专家嘛，出来拢唔捌啦。啊啊，他也也，我也得到蛮多诶诶、呃呃，第一手的这个答案，嗯、因为有钱，因为疫情弄到。 为这书面主要图片这块，哎啊啊，包括也技术上没按照按照按照啊，所以对我人生蛮大的一个影响。等于讲，诶，第一次诶，比使打掉这世界第一，世界级别哇！而且这台从那个点咩，森利亚哥加这丹尼斯看了美国队的这准将比赛给，哎呦，哈！ 啊，所以朋友吼，像、嗯哦、你讲，无看我的这目，你唔知讲，原来这足些物件内底有伊嘅趣味吼、哦，啊，后几日佢哋继续收看到什么什么报多谢多谢钟汉书，多谢。多謝